Sí.我也是跟你说，为什么？ 当时你跟我说的那些话，一定有原因的。为什么？过去这么久了，说这个还有意义吗？ 下车吧。
你们俩谁教啊？对不起，是我教。过来。39号床，孙婷。好。已经交过了啊。手术费存了30万。30万？能帮我看看是谁交的吗？我稍等，我查一下。聂东远。你能麻烦把那个钱帮我退回去吗？我拿我的交，谢谢啊。这件事我爸一片好心，先收着吧。我不要你爸的钱，我是谭静。退款的单据，我儿子不需要你施舍。哎，等等等等等，你说平平是你儿子？